桶咯。好，第一步，把奶油倒进去。把糖还有盐放进去。行吧。蛋壳不要掉进去哦，蛋壳有没有掉进去？没有。哦。再打第二颗蛋。哇！哇，什么？我现在要加牛奶调浓稠度哦。好。这个浓稠度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好。我要把它喝掉了。好，你喝。把这个放一个小时再做。我现在要把面糊隔在上面，装到袋子里。装到袋子里。好。我们装成一袋了，等一下剪成一个洞洞会比较好挤。先来热热机。用烘焙纸把它卷成冰淇淋甜筒。等一下再来这样子做甜筒。绿灯。哦，绿灯已经加热好了。好，打开。好，啊，准备这个要。好。剪洞洞。好，我来剪。好，你挤。帮我。看一下好了没？还没。我要再偷看一下。好了，好，盖起来。当然好了。好，要把它拿起来了。做甜筒了。为什么嘞？因为它不能弯热。会裂掉，对不对？嗯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边做边吃哦。嗯。吃吃看。好，我也来吃吃看。直接敲成甜筒碗。大家看。是压好了。嗯。甜筒一号会不会成功？看甜筒用。这是甜筒二号。现在要自己做水果冰淇淋。哪些水果？DIY。
哪些水果？奇异果、草莓、芒果。好，打开，打开。我先试吃一口看看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还有很多，不要浪费。有一个是没有失败的，好吃吗？好喝，好喝。啊，这个碗破掉了，所以不行。这个碗有点缝。甜筒呢？甜筒在这里。拿出来。有点不像甜筒，对不对？对，失败了。嗯，放着放着，另外一个甜筒了，也有点失败。好，好吧，那我们来装冰淇淋。好，装这边。好，等一下装这边。好，那你吃吧。这个甜筒有点失败，很软。对，因为我就趁它还没有很热、很硬的时候，才能凹成这样啊。可是结果它变得好软。成功。